害。哇，好，更厉害的还在后面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他们精湛的表演，掌声。咱先不介绍啊，咱先问一下大家，知道这项运动的名称叫什么吗？跆拳道，泰拳道。跆拳道现在已经很普及了，好多孩子都在学，我女儿也要学啊。我身边的这位不得了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，应该叫运动员还是教练员？现在教练员啊，你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罗秋生，是原中国跆拳道品试队的主教练，原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副团长兼总教练。这个后面是我们罗团长所获得的部分荣誉啊，1%左右吧。哇！对，学武之人要谦逊。在台上一定要自信。啊，行，来介绍一下。要谦逊，来介绍一下啊。这个呢是2017年我们打的世界跆拳道哈麻档的一个跆拳道比赛里面获得一个金牌，获得了个人的冠军、团体的冠军，也是为咱们中国获得很多的这个荣誉的。这个要点赞啊。然后这个我们也有啊，这你也有，我们非你也有。世界吉尼斯纪录挑战啊，这是我拿的。挑战啥？1分钟啊，原地后空翻击破木板，26腿。26腿。对，这是你保持的。对，我保持的。3、2、1，Go。如果仔细看一下，这后面这帮孩子全是黑带啊！你给我们介绍，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等级的差别。跆拳道技术流由级跟段来组成。级呢有分10个级。它颜色主要是白、黄、绿、蓝、黑、红、黑啊，这几个组成。黑，但黑带分段位。黑带1段到9段。最厉害9段。啊，对，最厉害的是9段。没有什么特别段吧？特别段一般是7、8、9这3个段，是你对这个项目的推广跟贡献，就是7、8、9段。你几段？我5段。哎，这后面的这个哪个最厉害？你最喜欢哪个弟子？最喜欢就是现在目前他们大师兄。
谁是大师兄？来来来来啊，哦，就是踢板的那个啊，这边啊，为什么喜欢他呢？他比较认真，比较努力，而且也能够起到榜样的作用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华宇，来自天津。多大年纪？我97年的。你为什么要让我算呢？好，行行行，这孩子也真是啊，你是大师兄是吧？对对对。他喜欢你。你最喜欢谁呀？你必须挑一个，你最喜欢谁？他。哪位？来来来来来来。文瑞明。来来来，哎，把话筒交给他。好，你回去啊。好好好。那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啊。大家好，我叫文瑞明，我来自广西。啊。你喜欢谁？师妹。谁？叫什么名字？林奇。请你的师妹上来，来来来来来。你好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奇，我来自广西，跟我师兄一样。哦，你喜欢谁？挑一个，只能挑一个。都挺喜欢的。就只能挑一个。我挺喜欢跟我们那一起的那个女生。叫什么名字？她叫姚佳怡。姚佳怡，哎呀，这名字好听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她啊！谢谢啊，来往前站一点点啊，介绍一下自己，姚佳怡，多大了？大家好，我叫姚佳怡，来自河南。嗯，你是几段？我也是黑一段是吧？你认为你在你们那儿，你们这里面的武功是最厉害的，还是排到哪个级别？算稍微后面一些。稍微后面。对对对。他们团里面最差的打我们这最强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？对不对？是吧？是吗？来来来来来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让小姑娘教训一下你，来来，爸，快点，陈鹏，你加油哦，你可代表我们这最强的阵容啊！祝你平安。好，真挺害怕。好，站这儿哈，没关系啊，这个不是我们的人，你随便弄啊，没关系啊。老师啊，今天认识你。你啊，这样啊，当然是我们是演示，但演示呢，没必要拳拳到肉，但是也要让我们看得真真切切。对不对？我们没有那么恨他，只是比较讨厌他，所以呢，你也就轻微的教训一下他就可以了。就是很简单，你就必须把他放倒就行了，他不能站着，好不好？至于你们是抱着倒还是踢倒，那就是你的事儿了。小姑娘，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定要记住，向电视机前以及现场所有的女性观众啊，告诉他们，我们女人也不是好惹的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，三二一啊，你先敬个礼啊，先敬个礼啊，啊。把眼镜拿下来啊！把眼镜拿，你估计这辈子是没有机会戴眼镜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好过瘾。来，继续。说好不打脸啊！年轻的心，再接再厉。给陈步恒鼓掌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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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步恒，你两个胳膊护着脸啊。OK 的。哇，这可以这可以。说一下你的感受。谢谢托雷老师给我这个挨打的机会，让我重新做人。行，回吧。我们还没了解这个团长的前世今生呢。团长以前不是练跆拳道的，最开始是吧？啊，对。以前是干嘛的？我最小的时候练的是那个武术，少林派。后来呢，又做了些安保。安保啊，对，特卫啊之类的这种工作。我就问你啊，你看那个经常看见那个舞台上一女明星在那儿，然后粉丝冲上来亲吻呐、搂啊，那旁边的那个安保人员应该怎么做啊？一般第一。你得看到是多级的这危险，嗯，啊，在观察，嗯，啊，比如哦，就是小姑娘啊什么的啊，你就直接拦住她就可以了，保持一个安全的位置。如果说真的有很冲动啊，很冲动，搂要抱，我们演示一下啊，我们演示一个人上来搂我哈，我看看谁比较想搂我哈，吴胜，他比较像一个坏人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冲上来，冲上来亲我，快点。这么简单。
我刚刚冲上来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他动作很快。你觉得他真的挡得住你吗？他挡得住，因为我那会只看到你了。而且他好像没有伤害他，他是顺势把它弄地上去了。对，他的这个力道的话，正好是顺着我，就直接就倒了。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你干过这种事儿没？我感觉你动作很娴熟。上次扑倒刘亦菲的那个是你吧？如果有这个机会，哈，可惜今天是我啊，再见。刚才说吉尼斯世界纪录说是1分钟后空翻踢木板最多的记录和1分钟剪刀脚夹头摔跤最多记录。对，能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。嗯，看好像两运动员跟你展示展示。我想看一个小师妹跟一个小师哥展示。来，让小师妹拿吧，小师哥踢吧。哎，就那个小师哥，那个最边上那个最可爱的那个啊，哎，那最可爱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看这个多可爱啊，多大了啊？这多
2米5吧，2米6吧。你为什么要踢那么高？有实战作用吗？它有标准，这个像这种特技赛台、哦、比赛标准啊，比它有比赛标准。嗯嗯嗯，来吧，你可以看着，慢慢击破。他，小心啊！好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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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错不错不错